身为道源，功德妙啊！正思维启正道法，信心坚固，心愿起嘛。礼敬佛像，尊善念，常常甲大家人讲，身为道源，功德妙，重用一切诸善根。伊个成长了一切善根啊，所以咱一定爱信，信伊佛陀所说的道理，咱也会当深深信仰，那自然呐，咱的心也是伫正法中。虽然伫几工前，甲大家人讲过五坚固法，啊，坚固就是讲真定的道理吼，佛陀在世，大家人听法会当修行解脱，这是一定的，真坚固的道理存在。佛灭多好啦，五百年间啦，就是啊，大家人也是相信，但是修行的困切，迄粒信心嘛，较松动起啦。第三个，五百年呀，那就是文化，听话的人多咯，确实呢，修行的心淡去了啦，信心呢也已经呢淡薄啦，只是敢那听话，确实呢无用心被修，也无信心呢会当静，所以啊无真心修，也无法度呢会当通正果解脱。这是第三个时期，第四个时期咯，那就是敢那造像、建塔、寺庙等等啊，这呢叫做像法，最让人心疼，就是第五个坚固法，那就是道经。佛法在这个时代啦，这个时代呢，五浊恶世啊，所以就人跟人的中间，虽然有听到法啦，确实呢，无有真心想要了解佛法，无想要好好听。无想要表达虔诚，一礼拜、顶顶啊，拢总是信心、尊重，拢已经淡薄去啦。受世俗事呢，安尼颠盘着，无法度专心，真侪代志啊，不断的都伫咧计划中。忙碌啊，不断就是伫咧开发中，忙啊！哦，这个公司有够无？啊，阁有机会，会当两个公司挽救未？啊，也阁有机会啦，把握机会啊，阁再去哦，这种扩大连锁啊，不断呢。从小小啊开始，真大，几十个员工，几百个员工，几千人的员工，哦，几万人员工咯，那就感觉无闲啦，哪有时间呢？这是现代人啊，所以袂当呢静下心来接受。佛法无迄个心思啊，
通好静落来，好好想人生生从何来，如何去向人生来个世间，到底呢是啥物目的来？人甲人的中间有啥物款的道理存在无？这些代志已经呢，伫人类啦，都拢总已经淡掉啦。真少的人去想人甲人的中间啊，迄、那个道理存在，所以只顾忙碌，或者是应酬，或者是享受。一天的时间有偌久呢？所以佛法要助力人心嘛，那就难呐。人心欠缺了佛法，人间的轨道呢，都会乱去。所以啊，人祸天灾多啦，受苦的人也真多。那人生那欠缺了迄、那个佛法轨道，佛法的轨道呢，就是提倡众生的四方誓愿呐，甲四无量心，四方誓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。佛陀无上誓愿行，这么真多众生在咧受苦受难，这种的心态啦、混乱啦，应该爱发心来度众生啊！在物质上的苦难，对啊，人间中冲突。家庭不调和的苦难，或者是呢，心迷乱啦，这种心灵的苦难，到底是什么人要来辅导呢？到底什么人会当去解救拔他的苦难呢？啊，这都是因为佛法。不助人心啦，佛法哪会当助人心？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不管众生是受什么苦，是身体，或者是环境，或者是心理，等等的苦，只要有佛法，愿意发心，那世间的苦难人。就可以受得救啦，人间的轨道呢，就会正，所以发心度众生啊，发心呢，家己要弃除烦恼，你若无有弃除烦恼，佛法无法度入心，那佛法入心了后啊，咱才会知影。人人本具佛性，人人呢都有成佛的可能，不是只有可能，是一定。因为回归咱原来的本性啊，所以四方誓愿是佛法助力心来。要问各位。这些佛法有助力咱的心也无，那有助力咱的心来呀？那就是正法。咱的心中还是两千多年前佛所说的法，开出了菩萨道，到菩萨法，咱的心。也阁是伫这份法入心的轨道上，不只是心，心中
有法啊，搁在心中搁有法，那就是素无量心。素无量心啊，慈悲喜舍，慈无量悲无量喜无量舍无量，这种慈悲喜舍在咱的行动中，众生在倒位在受苦难啊，不忍心啊，人生恶痛，一直都下。希望众生人人会当平安幸福，亲像父母心伫咧对子女共款，知影子女有苦难啊，那一念心啊，所以佛陀称为素心诸佛，所以佛陀呢对众生啊。以人天导师的心，毋忘人人的成就，这叫做大慈无量。以素心诸佛的心来看待众生，那就是不忍众生苦咯，这是悲无量啊！佛陀呢？教导众生，希望众生啊，爱在这个人伦道德上，在这个轨道内行，那安尼，人人心安呐，立定呐，啊，立定心安呐，就会当平安自在。欢喜啦，这就是心中的欢喜，得法喜充满，有了喜无量啊，赶快都爱带下，付出，付出，无所求，这叫做下无量。那心中有法，行中有法，哦。那这就是呢，咱所要修行的过程。啊，咱啊要修行啊，一定爱信，相信伫2500万年前迄当阵佛陀所说的法，这呢是咱的道路，是道源呐。好咱一旦去付出法，一旦立心法四弘誓愿，一旦立行四无量心，这呢，这是不断咱的功德的来源，不断产生呢，咱所做作信心的行为，所以叫做道源功德庙吼。正思维会当引导咱伫迄个正思维啊，去正道法。咱那些思想真正的正确思维，到底代志是非啊，咱会当分清楚。时时呢，去发了咱正道，咱要行的路。是正道，唔只是自己行于正道，咱要阁启发别人，也是爱行于正道法啦。所以讲，信根坚固，心愿深。你的信根啊，真坚固啦。你的心愿都真深咯，吼！四弘誓愿永远都伫咱的心灵，四无量心永远都是伫咱的行动里，吼！所以前面所讲过去啊，不管是遇到塔庙佛像，咱拢爱恭敬，吼！不管是做。一人
或者是看到起着欢喜，生出了信心，追求佛法的人，或者是所听到的，唔只是干那用耳啊听，咱爱搁再唱诵出来吼，那歌唱爱搁再念出来吼，那是阿弥的人证明呐，就讲。如是众妙音，尽持以供养哦，悉以欢喜心，高倍上佛德啊，乃至一消音嘛，皆以成佛道。这是正面的，安尼讲的哦，吼，佛经的经文呐、啊。咱现在搁接落来呢。若人善乱心嘛，乃至以一花供养以化成，渐见无所不达。或有人礼拜，或佛但合掌，咱都爱知呀。若人善乱心，咱即嘛是得。五个五百年的时代啦，人的心嘛，就是散乱去了吼。所以啊，因为心散乱呐，造作了真多呢污染的恶业吧。所以现在叫做五浊恶世。所以迄当阵的佛陀啊。就安讲，若人善乱心，拢是讲伫未来的现在啦吼。若人善乱心，现在的人、未来的人，那有这个善乱心，这个善乱心啊，是凡夫的心呐、啊。咱的心拢是流动吼，流通，流动就是呢，晃动起啦吼，安尼晃动伫迄个六道的境界里。安尼流窜呐、啊，晃动啊，伫、迄个绿尘呐、啊，绿尘，大家人都知咯。色声香味触法，这种呢，的绿尘呐，安尼呢，去伫咧堆积，伫这个声色欢乐当中啊，流窜伫迄个所在。或者是呢，沉迷在迄个享受的欲乐的内底，哈、啊，即嘛咱会当定定看到人啊，真侪人的地方，拢是去游览啦，或者是虾米款的节啊，宴会啊，放宴会啊，放天灯啊，哈、啊，真侪呢，拢是集中。人潮吼，那人潮拢伫迄个所在哩，或者是呢，真侪即个歌舞啦、等等啦，真哩，拢总是伫即种呢，那吃喝玩乐吼，啊，食啦、啉啦、啊，佚佗啦、等等呢，这叫做六尘的境啊，亲像阿弥的心。分秒都不能自已，明知知影，讲咱心爱收落来，但是呢，不能自已，一秒钟呢，心就走去啊。古早我那讲，咱静坐心呢，啊无咱就素食观吼。啊，将你的呼吸出去，接收倒转来，再另外一个呼吸出去，收倒转来，两啊，
这叫做素食观，算进两三哦。有当时吼，算啊，还未到十啦，啊，都唔知走得倒去啊。心呢，那进两三开始呢，就已经啊，这种想入非非的环境呢，你的心就走去啊。所以啊，这种分秒都不能注意，不得安住心。咱这个心啊，都是予咱安不掉啊。这呢叫做散乱心啊。叫做善乱之相，这个因因自所缘是安怎？咱的善乱呐，就是因有种种境界啊，来牵引呐，为缘呐，和咱的心呢，安尼流动为性，因为呢，外面啊真动呐。使咱的心呢，时时也在动中，所以啊，会障碍了咱的正定。所以咱要即马要修行，第一项的障碍呢，你要甲去除。这个障碍就是咱的习气啦。所以好好用心啊，除掉了你的习气。啊，你若要低调习气呢，那就是需要呢，咱爱时时虔诚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培养咱的诚敬信心，咱才有法度呢去除啦。咱现在呢，这种贪恋在迄个欲念中，所以必定爱用法。对治，也那无呢？这恶慧所以为业，那咱那是直直和这个习性啦，安尼甲咱障碍啦，就是咱的智慧呀，也同款会暗开起来，所以啊，所显出来就是聪明。现在聪明呢，就是咱的习性，安尼伫咧改转动，所以伊就去做作，用这个聪明去做作啦，吼。这聪明就是恶慧，恶的智慧，就是叫做聪明。以善乱心嘛，所以和咱的心呢，安尼飘飘然，无一个踏实的感觉，吼。散乱心飘，吼，就是漂浮、轻浮啦。那就是因为信心、信根无定落去啦，信心无深啦，所以才会有这种散乱心轻飘，吼，那亲像毫毛共款啦。啊，足轻的，一时啊，微微的风啊，伊就甲吹咧叮当飞啦吼，这呢，地散不停啊，不可制止，只要有风吹一下，伊就安尼直直飘咯吼。乃至于一花，那咱嘛会当好好来做，要做咱这颗心，就是需要定
照着这份的虔诚的心来献花供佛，安尼呢也会当讲吼，在佛像的面顶，那供花供佛啦，在迄个所在抄经礼拜啦，安尼呢，迄个心慢慢搁该捡倒转来，用安尼的供养啦，以化像。渐渐无所佛，慢慢啊，即心即佛。咱若是有这份虔诚的心，慢慢培养出来，自然啊，伊就渐渐无所佛，就是一心不乱啊，虔诚供养吼，诶，佛像这个画像吼啊，或者是呢一朵花，或者是呢一个壁画啦，只要你的心中。有虔诚的心，安尼礼拜合掌，安尼拢是成佛的因吼。或者是有人啦，愿意安尼恭敬礼拜呀，或者是呢听法安尼合掌，表示虔诚。安尼呢，这种东西，予咱真方便啦，会当。弃敌散乱心的方法啦，所以咱学佛啦，应该呢，哎，心存伫过去佛的时代所对咱的教育，咱爱信心，那身为道源功德庙，大家人一定爱会记哩，信心爱深啦，吼。那来正思维，凡事都要真正思维，才会当靠启发出了咱的正道法吼。圣经一定要坚固啦，咱的心愿才会深，那会当安尼来礼敬啦，甲佛在世都无过样哦。那安尼呢，就是正法自世。咱人人的心还是呢，爱用最虔诚啊，敬佛而佛在，这份虔诚恭敬心，所以人人时时爱多用心啊。